好啦，呢部挑戰最快中檔啲馬，見到黑色帽就榮華東方啦，裏邊白色帽就係咧見到紅方之力啦，裏邊落檔嘅大力隊咧見到紫色帽嘅封丹白露，中間紅色帽就旺角一友，開邊黃色帽就醒目勇士啊，後少少啦，粉紅帽咧就係神區尾三拍住粉藍帽就智勇勁區啊。起步慢少少，但係推其實咧就係咧橙色帽金安，距離放南馬都係六個馬喺度啦。啱啱過咗個800米段處啊，前面單騎放你成堆馬搶㗎。白色帽紅方之力咁啊，開邊外檔咧就榮華東方，裏邊啊攝上嚟咧見到係第三位咧就封丹白露啊。第四位等直路打衝鋒就旺角益友啦，跟住開邊上翻啲咧，見到就智勇勁區啦。再喺開邊外檔粉紅帽就係神區，黃色帽就係醒目勇士，包曬大尾騎咧，反而麻麻地就金安。再有百人到終點啦，封丹白露呢度開始慢車啦喎，中間咧代之起就係紅方之力，開邊紅色帽咧冇緊要撳咗上嚟啊，咁拖翻住咗四五位，見到榮華東方同埋咧就智勇勁區上咗啲嘅，過終點時候啦，贏師集就係旺角益友跑第二名紅方之力，第三名後上嘅智勇勁區跑第四名就係榮華東方。